人怎么这么傻？我刚开呀，刚开呀。晚上好，晚上好。浓妆还是淡妆？今天不是很浓，但是也差不多。今天还好吧？今天还好。今天下眼皮的话得有点浓，上眼皮是不浓。人少我看你们会吧，人多人少都能看见啊。看不见就是运气不好，人少人多都能看见的，都会看的。看不实在看不见，那纯属就是你没太有运啊。啊，我不连麦，我是御姐脸吗？啊，我是御姐脸吗？方圆不一定认识我呀，虽然我也想很想认识美女，当然人家也不一定认识我。我是狮子座，不是那种喜欢主动的那种人，所以你就不要期盼着我去主动连谁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乌拉，乌拉怎么说？乌拉啦，乌拉乌拉，铁牛脸，我怎么是铁牛脸？我是御姐脸。才人家都说了，人家都说了中肯的话了，都说的是御姐脸了呀，怎么还在铁牛脸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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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所以谢谢爸爸。好冷啊！乌拉乌拉！谢谢余生。今天我换美瞳啦，没发现吗？你好憨，哼，你不憨，你真是个大聪明，你觉得聪明绝顶，你是个大秃头，哼，哈。Take me to church。Take me to church 可能唱的不是很好喂。Take me to church 没学诶。我听听吧。Take me to， 听原唱。听听原唱。你不说我真没发现，今天换了一个灰色的，看不出来吗？你这群呆瓜，今天换了灰色的，原来是棕色的。你抠鼻屎吗？我不在镜头面前抠。我酝酿一下啊。谢谢莫归期送大螃蟹。I wish my golden shining light and telling my sins when you can sharpen your knifeOffer me the best that you will. Let me give you my life. Take me to church. I worship like a doll in the shrine of your lies. I'll tell you my sins and you can sharpen your knife. Offer me the best that good girl. Let me give you my life. 不认输，不认输，不认输，不认输。Take me to church.Wonderful you, wonderful you 唱不好， wonderful you 好难，脑袋大，脑袋大怎么了？脑袋大里边都是智慧，你是不是没有？你是不是脑壳子就是个小瓜子？嗯，凶一下，我现在想凶啊，我现在不凶吗？我现在很凶，大铁牛，你再大铁牛，你大铁锤你。上回视频看你双下巴，怎么可能？我没有双下巴这种东西，你不要在这造谣啊！你小心我诅咒你。
你给我小心一点吧。可以出作品，我想出来着，但是一直就是在排队，知道吗？我吓到你，我怎么吓到你了？你挺小胆儿你。胆儿这么小，你出来混吗？你别出来混了，你在被窝里吧。唱歌说话是一个人吗？说话的时候会被附体。说话现在就是被附体的状态，现在就是被附体状态。只有那个唱歌的时候可能会正常一些啊哈，习惯吧，习惯吧。Love sick 不会，也没有听过。谢谢哒哒哒，王指导。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主动连别人，我跟人家不熟，我不会主动连别人的，那就是连谁谁了。我是一个很害羞内敛的人，啊，我很害羞很内敛的。我是狮子座，狮子座是什么？狮子座都是很高冷。谢谢老白的后院，狮子座都很高冷，怎么可能会主动去连别人呢？哈，门牙卖吗？门牙不卖，卖给你的我有什么？卖给你的顶着我留着这个豁口干什么？卡戳吗？你自己没有门牙，自己没有门牙就安个假的呀，那觊觎我的门牙，烦人。呸！你呸！我推！你呸！我推！推！哼！牙也太整齐，你是不是眼睛不太好用啊？我这牙整齐啊！我的天哪！你看我下牙长的啊，参差不齐的，你再说我牙整齐，你这么放屁！哦，你真是放屁小达人。可以跟你说个晚安吗？咱是普通话不太标准啊，可以跟你说个晚安，晚安大兄弟。晚安，咱们有空可以把这个普通话练练标准，你这普通话不太标准啊。可以跟你说个晚安吗？你弓着腰好傻。什么叫弓着腰好傻？谁弓着腰了？我现在驼背，你是不懂驼背这个名词吗？你连驼背这个名词都不知道，谁嫌他们弓着腰啊？弓着腰那不都弯下腰？弯下腰不会什么意思？给你们看我的后背吗？我现在在驼背啊，驼背和弓腰不是一回事啊！你都弄不明白，你还在这说我好傻？你才傻！你驼背感觉驼背舒服啊？狮子座有什么特征？狮子座就是特别好面子，就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那种。就比如说我在大街上摔了一跤，我会火速装作像没事一样赶紧离开现场，哈哈。然后或者是在那种反正就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特别好面子那种。怎么和视频里不太一样？我被附体了啊，驼背大头娃娃。哼，你头小，你旺仔小馒头。骂你一句你要睡觉，你个呆瓜，对吧？狮子座脸大，狮子座没有，你别那个玷污是那个狮子座的名声啊！我只是我脸大而已，不是所有的狮子座都脸大的。我要为狮子座证明啊！我要为狮子座证明，不是所有狮子座都比脸大的。该洗牙了，我洗过了，洗完牙了以后牙缝变得很大。驼背大头娃娃也挺好看。我宁愿你不要夸我，你走开行吗？走开 ，OK， 你走开行吗？把你牙套取下来，你好恶心啊！你想闻，你去厕所闻行吗？为什么要闻我的牙套？有毛病，真恶心！你也是狮子座，你也脸大，那巧了，巧了，巧了，姐妹啊，巧了，巧了，巧了！看来我们是同一系的狮子座啊，同一隶属哈。巧了，我们都是大连属的，大连属的狮子座。洗牙会不舒服吗？会。我记得许牙的时候他好像要刮你，就反正会碰到牙龈就不舒服，忘了。我洗牙的时候好像还打麻药了，我也忘了，不记得了。大脸妹，你脸小，你是个小瓜子儿哈。你是个瓜子壳。原来腿那么长，我腿不长，我当时穿了十厘米的高跟鞋。牙套跟厕所有味儿，差不多啊，差不多。乡村的普通话，
什么意思啊？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吗？不标准吗？牙上绑的是钢丝吗？牙上没绑钢丝，牙上没绑钢丝啊！你也是狮子座，你还是个圆脸，没关系，一起圆，一起圆啊，有脸一起圆哈、啊！今天生日，给我祝你生日快乐。你狮子的不脸大，不是所有的脸大哈，不是所有的脸大。你是不是瘦了？你别给我提瘦这个字儿。去南京一趟没有胖，去长沙以后胖3斤。去长沙胖了3斤，一共在长沙待了3天。一共待了3天，南京待了5天都没有胖，5天都还是85、86。长沙待完了就直接，长沙待完了就直接就88多，就88斤。反正别给我提瘦这个字儿，我从今天开始，我王某人，我励志，我这就回到解放前了，我励志啊，我励志，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决心，我明天要去健身房，明天我就去健身房。我今天吃的菜叶子，我今天只吃了一顿菜叶子。不过菜叶子里边有牛肉，还有那个鸡肉啊，也挺香的。吃了，不过还是健身餐，健身餐就没有吃大鱼大肉。我要减肥，我要把吃出来的再胖，不是，吃回来的再瘦回去。无语。去长沙吃了辣椒炒肉，真好吃啊！茶颜悦色也好喝，也好喝。茶颜悦色的奶油好好吃啊，我一天能吃2杯奶油。哦，茶颜悦色真好吃，臭豆腐也好吃，但不过臭豆腐其实还好了，没来得及吃，还吃了啥？还吃了一个鱼粉，也很好吃，还吃了一个粑粑糕啊，我还买回来了，给你们看看。哎呀，把我哥按没了，给你们看看，这个是。没有拆封的绵绵糕，但是它马上要过期了，但是我想减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是没有拆封的绵绵糕，紫米的，老好吃了。然后还有那个粑粑糕，哎呀，看着就想吃。我今天吃了半块。这样的，老好吃了。我不吃，我是不吃的，把它合上。我只给你们看看，我背回来的，我从长沙背回来的。粑粑糕，对啊，没听过粑粑糕吗？老好吃啦。是糯米，然后吃起来跟麻薯一样。嘿，我可能一天吃个一块应该不过分吧。粑粑糕当然不是粑粑做的，它只是叫粑粑糕而已。这还减啥肥？我又不会一天全吃完，我是有毅力的，你相信我吧。怎么可能明天就没了？明天我给你看看还剩多少。怎么可能呢？我明天可能就吃，可能就吃吃。可能吃一块，你才兜扯，我身负荷你还兜扯，就你上下牙这样对待一起，跟个大门一样，跟个大铁门一样，哼，礼貌吗你？肥，诅咒你，烦人。想听我唱年轮？你想吧，我今天11点下，我约了朋友一会儿去一个吃日料的地方。但是我发誓我不会吃东西的，我发誓，真的，我只是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最近就是遇到了一点生活上的就不愉快，我们去就是一起聊聊天啊，我不会吃东西的，我发誓。我1.63米，去哪儿？去一个什么什么居酒屋？我真的不会吃的，我不会吃的，没有，相信我，我不会吃的。
啊，我不会吃的，对，我就去看看他这个店里就是卖的是什么，对不对？我好像没有去过居酒屋，哎，就看看他，看看他就是里面在居酒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去看看，就去见识见识，不会吃的啊，我不会吃的。你好矮，你高，你高啊，你直接就是一个筷子人啊，你直接是个高跷，高跷人行吗？都是一米多，你看谁呢？你长三米吗？你破世界纪录了吗？你没有破世界纪录，你就闭嘴。还在这说我矮，哼，都是一米多，你长那么高有什么用？你捡钱比我快吗？我捡钱比你快。哼，长那么高缺氧。烦人，这个反骨，我不吃，我真的不吃。163一个辣香，你见过辣香那么高的辣香吗？你家高的辣香那么高？你那是辣香吗？你那是集装箱。烦人，盯着你，你怎么你那个什么拉杆箱什么都1.6米多？就在这，高了空气好，高了缺氧，高了空气好，缺氧。这生气，我怎么会生气？我不可能生气的啊，主播不可能生气啊。小学生，你才小学生，反弹，反弹，诅咒你鼻子上有东西，鼻子上有鼻孔啊，你鼻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是个大面团在那，不会。鼻子上有鼻孔，你鼻子就是个小面团捏在上面吗？鼻子上有鼻子，那老子有刷屏。再说一遍，不吃东西就睡觉，不吃东西，不吃东西，去睡吧，晚安。主播不会生气会爆炸，我不会爆炸，我怎么爆炸？我爆炸那不就嗝了吗？我怎么可能会爆炸？长得高怎么就缺氧？我不管，我们不是，我没有说所有长得高的人啊，我是说刚才那个说我长得矮的人，你不要对号入座，我没有说所有人啊，不只是就是只针对某一个人，两边鼻子黑黑的，那是女孩为了显鼻子高挺画的鼻影，好吗？你这样搞得我很尴尬，你不要我在这涂个大红嘴唇子，你告诉我是不是吃小孩了？你这么一个男人，你就不要去质疑女孩子脸上出现的东西，所有出现的东西，就算她脸上出现了一只小猪，那是有原因的，她就故意放在那里的，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在菲比。毛病不少，眼角里有眼屎，不可能，化妆就都抠干净了，不要再说这个无厘头的问题了，我都抠干净了，我是很严谨的人，我严谨的很啊，严谨的很，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啊。怎么天天吃小孩？我什么时候吃小孩了？小孩不好吃，小孩哪有吃豆腐好吃？鼻子怎么回事？鼻子叫我打歪了，为什么我脸上会有猪？你管脸上为什么会有猪？愿意把猪放在脸上？你不要管吗？不要管，你怎么这么叛逆啊？我告诉你不要管，牙齿上口红也是有原因的。对啊，你不要管他，你就当他刚吃完小孩就行了。刮腻子呢？对啊，技术不错吧？技术不错也不给你，不上你家去给你补钱啊。谢谢大头牌奶茶送的保时捷。看看鼻屎，不可能的。你想看自己的，挖你自己的去，别在这恶心我。怎么还有这个癖好？你自己挖你自己都不行吗？说半天不如唱个歌，你管我干什么？我就想说，小管我，吓哭你了，吓哭你了，赶紧去擦擦泪啊！哪有泪不轻弹，赶紧擦擦泪啊！擦擦泪呀，又是一条好汉，又是一条好汉。啊，为什么是小孩？因为小孩不听话，因为小孩叫我大头。为什么都欺负我？他们哪里没有欺负我？他们就是在这。就是在这皮一下啊，就可能平时的时候都没有人可让他们皮，很悲哀。
就是到这里的就到这里，就到我这里拼一下。想看皮毛看自己的，自己揪一个。就管你就管，我给你踢出去。哈、啊，我是这个直播间里至高无上的神。没有看长津湖，最近没有看电影，最近比较忙。呀，谢谢啊送的云端云端告白，谢谢。眼睛好小，你眼睛大哈，你眼睛大，你眼睛跟个牛眼一样，你眼睛跟个牛，铁牛的舌头送给你吧啊，送给你啊，嗯，你小牛眼哈，嗯，昨天看到我不可能，昨天我在飞机上，我在天上呢，你怎么可能看见我？就在这瞎说，胡子刮一下吧，胡子都刮干净了，你不要在这乱瞎讲，早就刮干净了。你要看小丑哪里？你要看小丑去小丑的直播间啊！不要在这折腾我啊！美颜弄的画都动了，我有一个缩脑袋的美颜啊，缩脑袋的美颜，开美颜不让呢，开个美颜不让，画动了怎么了？那是因为我的魔法太强大了，靠近我的空间都会发生扭曲，理解了吧？回北京了，对啊，我现在在北京呢。这也有眼珠子，一般人都有眼珠子啊。你要没有的话，你可以找两个玻璃袋安在上面。你能说一段顺口溜吗？嗯，顺口溜，可以吗？啊，小气我差会有点。看波主，波主不让咱俩睡，波主在沙发上睡觉。霍元甲，今天不想唱歌哎。笑场里岁月，霍元甲，今天不想唱歌，我今天十一点就下了，不想多嘚不嘚嘛，明天也播啊，明天也播。笑场里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洗涤过的回忆，我记得你骄傲的活下去。没有眼屎，眼屎我都哭干净了。啊。这歌叫霍元甲，霍元甲这是改编版的周杰伦的歌，霍这个歌啊，你一定听过的。我不想唱宝丽龙。哦哦，啥呀臭豆腐？我第一天晚上吃了一个贼难吃的臭豆腐，那个臭豆腐好像从厕所里捞出来的一样，真的给我吃哕了。第二天吃的那个是好吃的臭豆腐。第二天吃的那个好吃，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去逛了夜市，去逛了夜市，吃到了脆皮五花肉，吃到了现吃的，我吃了好多脆皮五花肉，嗯，真好吃，脆皮五花肉。然后我还吃了，我之前不是说我不吃臭鳜鱼吗？然后我那天尝了臭鳜鱼，嗯，其实就是感觉像腌鱼一样，腌鱼，其实就跟腌鱼差不多，没有特别臭。真能吃，你每天就喝水就行哈，你每天就喝水，你什么都不用吃，嗯，吃点东西就真能吃了啊！你成天喝水吧，这是开瘦脸，开的不大。鱼都不可爱，怎么可能吃鱼？我也不知道它长得可不可爱，它反正做了以后，一滩稀不溜拉的躺在那里，我怎么知道它长得可不可爱啊？刚才那个英文歌叫啥？哪有英文歌？我一直都不在放英文歌，你说哪个英文歌？回北京了，回来需要专业带吃吧，这个还用需要？不用带吃，我自己吃就行。主播知道啥？我知道，我不差。你的牙齿不整齐，你牙齿整齐的跟个排书一样，你跟那个猪八戒的那个钉耙似的，可以给农民伯伯刨地。春娇与志明，我不想唱歌啊。上二十多分钟了，我们来掐不行吗？王钉耙，我在说他钉耙，你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说话为什么这么快？因为我赶时间啊，我着急啊，我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跟你们说最多的话。可以一分钟不说话吗？那我浪费这一分钟，
干什么？路过人间路。哎呀，着急去干啥？我十一点就下播了，不想唱歌的，我放一下吧。路过人间还挺好听的。这里没有，好冷啊。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我不会吃的，我真的不会吃的。明天是九点，明天就不发作品了。世上唯一不变，世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还没有开始供暖呢，北京不知道什么时候供暖，好像是十一月份吧。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在 QQ 音乐，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这绝对不吃啊，我绝对不吃啊，我真是真的不吃。今天口红色号是圣罗兰黑果 S25，今天换了。抹干眼泪，看灯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怎么跟你看的视频不太一样？你说人吗？你这毕竟装出来的和这个装出来的和这个现实直播肯定还是不一样的。牙咋样了？我的牙怎么了？我发誓啊！我发誓不吃啊！有没有告诉你？但是你好看，嗯，就这样，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大兄弟？你的拜托了世界，拜托了世界，哦，拜托了世界没有我的调啊！拜托世界没有我的调。校园网音响，你听萌萌唱歌，你怎么连流量都没有吗？你怎么连流量都没有？牙套长什么样？就跟你牙是一样的，每个人的牙套都是不一样的。别老在这夹子音夹子音了，烦不烦啊？正正常常的不好吗？非得夹子音夹子音，真烦我。不理你，你还老在这刷，咱不知道有什么可听的。你啥调？那个拜托了世界是小伟是男生的调啊，但是这个歌还挺好听的。但这个歌很好听，这个歌就是我感觉他这个，但是我感觉他这个 MV 做的有点次，他这个 MV 要是好好做一做就好了。我当时我刚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还真挺喜欢的。拜托了世界，我不想活得太复杂。拜托了世界，难道我不配拥有吗？拜托了世界，就在此刻，请救救我吧。散落的句点崩塌，就在那一刹那，感动的瞬间却说不上了一句话。拜托了世界，原本简单却变得复杂。好听。阿依莫没有学，阿依莫没有学，我感觉阿依莫快过去了，好像过了那个劲儿了。累了。拜托了世界，闭嘴都给我闭嘴，截图个大宝宝。
我比贼，谁截图我诅咒你，我诅咒你今晚上做噩梦，你烦我，闭嘴，闭嘴，闭嘴，管理帮我把那三个字加上屏蔽词，管理帮我加上屏蔽词，反口红是圣罗兰黑管四二五，圣罗兰黑管四二五，哼，闭嘴，都给我闭嘴，闭嘴。在打下巴霜的这，你在抖什么机灵？你在这又右下巴，还右右下巴，锤死你！我一个铁锤过去，我直接给你砸成硬毒飞饼。还在这右右下巴，走开给我！咋不416了？416今天在楼下拦着下来拿。看你头好大，你头小，你就是旺仔小馒头，你，哼，你头小，你脖子上顶个旺仔小馒头。铁牛哥哥，你才铁牛哥哥，我是仙女，我是仙女。路过人间前面的英文歌是啥？你也太相信我的记忆力了吧？我怎么记得是什么英文歌？是这个吗？我不记得了，那谁还记得呀？你们认识字儿多是不是？不如我不会耶啊！不如就放手，不如眼泪偷偷流，是这个歌吗？回北京了，回了。一对下巴，打扑克呢 ，double 下巴，牛啊！你们真牛啊！加了个评比词，你还有一万个正词在这等着我，反正，反正，回北京了，回北京了，回北京了。你是姓王吧？你是姓王吧？你姓癞蛤蟆？哼。不如就放弃，不如我们拥抱后分手，不如眼里有空偷偷流，不如这次就还你自由，不如擦肩而过别回头，不如这次你说对不起，我一定告诉你没关系，不如回到最初的相遇，把爱藏进相遇的缝隙。北京瓶子好卷吗？北京当然瓶子，老窝的瓶子肯定还是好卷啊，肯定还是好卷啊。我是仙女，不要在这老王，不要在这老王吧，在这烦我。王双八是什么东西啊？王双八是什么东西啊？我要诅咒你！我今天晚上我就不啥也不干了，我就诅咒你，我就盘腿诅咒你。王双八，烦人。玫瑰少年，我听一下。好多人推这首歌的吗？谁的歌？五月天。弟弟。困了。喂，后边有个人，我请他来坐镇的，你跟他打个招呼吧。嗯。外号真多，是呀，我的外号可以组成一本字典呢。我是一点下巴。河马打哈欠，你在自我介绍吗？不用来的这么客气，还在这自我介绍？直播间一般都不用自我介绍的啊、哦，嗯，知道吗？杯子，唱一下这个歌，是五月天的这个吗？
这个歌。想听英语了？你想听 English 啊？你想听什么 English？ 还是男粉多？是呀是呀，我想要女粉来着，所以我就现在在就是，现在对女粉非常好，因为这些老男人老是说我没有女粉，刺激我，还是有女粉的。对，我是有女粉的，我是有女粉的。卸个妆女粉就多了，怎么可能呢？卸妆女粉也不少的。我没有嫌弃啊，没有嫌弃你们，没有嫌弃你们的意思，就是啊，女粉比较珍贵啊，女粉比较珍贵啊。就是男粉他老愿意就是闲着没事叫我铁牛，叫我秤砣什么东西的，实在是让人啊喜欢不起来啊，哈哈啊，嗯，然后在这叫铁牛哥哥，谁喜欢的取来啊？啊，男粉比女粉好啊，真好，叫我铁牛是吧？啊，你知道女粉叫我什么吗？女粉叫我宝贝，嗯，女粉叫我宝贝，男粉叫我铁牛。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女粉叫我宝贝啊，女粉叫我宝啊，叫宝啊，叫萌宝，你知道吗？萌宝。One more dance， 不会。舌头捋直的在说话，舌头捋直说话就是这样的。你确定你要听我舌头捋直说话吗？你自己试试舌头捋直说话，确实是好像有点膈应人哦，嗯。我反正是有求必应的，你要想让我舌头语直说话，那我今天晚上就这样说话了。嗯，什么叫铁牛宝贝啊？嗯，什么叫铁牛宝贝？还是个娃娃铁牛是吧？啊啊啊牛啊牛啊啊！耳朵挂的是铁锤吗？耳朵挂的是 BB 蛋子啊 ，BB 蛋子。牛宝是什么东西？牛宝是什么东西啊？给我气笑了。不是，不是。牛宝是什么意思？啊，真是给我气笑了。今天不唱歌了，今天一会儿就下播了。铁宝是什么东西啊？啊，听着挺贵重的哈。哈，反正就是跟仙女挂不太上钩。有求必应啊！我需要你们在这里有求必应吗？啊，在牛宝上了。谢谢宇智波一，宇智波一，你叫宇智波一吗？没有显示出来。谢谢你送的云装告白。牛的宝宝，牛犊子的意思。你信不信我给你插出去？我是你爷爷，你信不信我给你插出去？给我插出去！嘿，牛犊子，插出去！礼貌吧你，烦人！我能好好学习，你能好好学习，你问我干什么？你能不能好好学习？你问我，烦人！口红。哪有啊，不要在这里造谣好吗？哼，嗯，我能看到啊，能看到，你都没关注我，我看到你有什么用啊？今天的策划就是让你们所有人都被我传染打哈欠。祝你明天考试不挂，明天考试现在在这里看直播。给我下了，赶紧睡觉啊！非得加个牛吗？非得加个牛吗？我堂堂一个仙女，非得在这儿过牛什么铁什么的啊，锤什么的，礼貌吗你们？你们一直呆瓜，礼貌吗？铁牛爷爷是什么东西？爷爷就爷爷，为什么非得加个牛爷爷？非得烦气我？口红是圣罗兰黑管四二五。圣罗兰黑管四二五，
听我唱歌写作业，今天不唱歌了，聊会天嘚不嘚一会儿，嘚不嘚一会儿就下播了，能不能正常点？到底是谁不正常啊？啊，在这牛宝在这提牛，还是谁不正常？把你放在这儿，把你放在我这个位置上坐着，你看你还能正常不？我看你能飞上天，还能不能正常点？你们要正常，你就叫我铁牛嘛，叫一个仙女叫铁牛，啊，叫牛爷爷。反正美瞳是美瞳，好像是奶包灰。我今天抓随便抓了一个，好像是奶包灰哦。看这个造型，好像是奶包灰。啊，为啥长了个头？因为我是个人哈。嗯，我要不长头是个什么东西？请问你，我要不长头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大南瓜，在这烦气我。顶了你没有头咋地？粉丝群点赞评论，粉丝群不上，粉丝群是要5G以上，关注60天以上，然后要活跃粉丝啊。活跃粉丝是只要你跟我有互动，7天就可以。只要有互动7天就可以。什么东西都有头，对啊，西瓜没有头，水果没有头，又在这牛南瓜了，反正就不是个人是吧？嗯，就不是个人。嗯，你可以关了美颜吗？连关注都没关注，还在这提要求，赶紧走。好好的一个人，为啥叫铁牛？我不叫铁牛啊，问题是。我叫仙女，我不叫铁牛。今天不唱歌了，明天给你唱歌吧。今天发视频弄得太晚了，明天再给你们唱吧，明天给你们好好唱吧。我就不互动，不互动就不互动呗。嗯，不互动就算了啊，不互动就算了。嗯，你想关注我，你已经关注了，你去感谢你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啊！只要你不跟着他们一起叫铁牛就好了，你就是一个好粉丝哈，你就是一个好粉丝啊，我就不会骂你。你要叫我铁牛的话，我就会骂你啊！不想找骂吧？嗯，那就乖一点啊，乖一点，闭嘴，乖一点啊，都乖一点，好，不要在这里叛逆。你能生个气吗？平时我就今天晚上我就很温柔吗？你觉得我很温柔吗？今天为啥不唱歌？今天11点我就下了，你们还有3分钟，你们还可以看我3分钟，然后我就要下去了，明天见。我不想关注，我不想关注就算了，就拉倒，不要在这里想企图引起我的注意。那我是个好粉丝，我夸夸你啊，夸夸你，刮一点。什么叫刮一点？你在骂我吗？你在说啥吗？铁牛是因为他们说我长得像李逵，李逵的小名叫铁牛。不想让我下播，明天还播，明天再见吧。铁家军不是铁家军啊。有一个家军的话，就是瓜家军。美瞳有度数吗？有的，我这个是有的，但只有近视度数。嘟嘟啊，嘟嘟，视频好听吗？都点赞了吗？点赞了吗？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说我像李逵啊？烦人，哪里像李逵了？李逵留八字刘海吗？铁牛团怎么加入？你现在就在铁牛团吧，你现在就在铁牛团啊。你老花眼吗？我没有老花眼，我散光。有人说你笑起来很好看吗？没有。就有人说我笑起来很呆，笑起来很憨。近视多少？我近视我也忘了，我反正是散光比较严重。
我散光比较严重，散光是高度散光，400多度的散光，一个200多，一个400多的散光。还有一分钟就要跟你们这些小牛马说再见啦！啊！这肚好甜，我刚录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唱的有点腻味，怕有人骂我。唉，有人骂我，我就当看不见，就当他放了个屁。我也没想到做出来会这么腻歪。但是其实多听几遍，我就是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很腻歪。然后多听几遍，挺顺耳的。一会儿就看看评论，希望没有人骂我。有人骂我，我就把它插出去。嘿，下班啦！啊，是谁要下班啦？原来是美丽的我，哈哈！再见了，小牛马们，你们去气别人吧，我要下班了，再见，明天再见吧，我们明天再斗智斗勇，再见，下班了，下班了，再见，好，拜拜，记得给我视频点赞，不点赞你就，我就骂你，谢谢子木送带的守护。走了走了，下班了，拜拜。啥时候弄个鼻环？你怎么不去弄啊？你想弄你自己弄去，别在这烦我。再见，再见。